Hello， 大家好，我是玩剑星罗，我是四九。新的 S 级赛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此外也请大家不要忘记关注我们即将举办的釜山永恒轮回国际邀请赛。这次除了来自其他各地的选手之外，还有来自我们中国大陆的 TS 和 BE 两支队伍。第一支队伍唐氏，队长由窝窝担任。窝窝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选手了，从 S3 开始就参加大师赛，曾取得了国内双人赛月赛第一、总决赛第二、大师赛决赛第六等佳绩。RA 同样是一名活跃于大师赛中的选手，曾在 ERM16 取得亚洲区预选第一的好成绩。第三位选手 Arin Day 也参加过数次比赛，曾于五一校园赛中夺冠，在赛季 S9 中也曾晋级过三人大师赛决赛。相信在他们三个人的配合下，此次必将所向披靡，让我们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那么第二支队伍是我们 BOSAS， 队长是由花城月熙担任。是的， BOSAS不变的队长，我们的 Nothing to say。2023年2月单人赛18进9第10，双人赛9进6第7，三月双人赛9进6第7，门槛之神花城月熙，在先前的亚洲赛中，他也曾带领过过去的黄牛之眼不懈奋战，列得过第一名的佳绩。此次将由花城月熙带领他和 Akito Mamo 酱组成的新生 BOSAS 参与比赛，而这次他们的目标是一刷到底，让我们期待他们的精彩发育。不知道上面有没有大家支持的选手呢？比赛将在12月9日下午1点进行，届时会在 ER 官方直播间由苗木拉和马拉妹妹两位老师为大家带来实况解说，感兴趣的朋友们请务必不要错过，届时请到直播间给6位选手们加油打气，让我们共同预祝各位选手能在比赛当中取得佳绩。